嘅音樂會得以成功，我哋要特別多謝唔同嘅表演單位。現在我哋有請五華中學嘅校監羅國輝神父，五華中學嘅校長劉柏玲校長為我哋致送紀念品俾我哋所有嘅嘉賓。首先，我哋俾掌聲，我哋嘅校監同校長。我哋要多謝嘅第一位嘉賓係超級巨星樂日明嘅家姐樂華。陣間佢將會為我哋咧表演幾首歌㗎。我哋熱烈掌聲多謝曬樂華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多謝一班好朋友同埋老友。呢一班佢哋將會陣間係用跨人嘅模式嚟同我哋表演嘅。我哋多謝蘇朋好友嘅代表，多謝你。呢隊嚟自平洲嘅青年樂隊，我哋陣間欣賞佢哋嘅表演啦。跟住落嚟，嚟自四方八面嘅朋友，佢哋個隊名叫做蘇朋老友。今日唔單止係我哋青年人，連我哋嘅爸爸媽媽級嘅兄弟姊妹全部都嚟支持我哋，多謝佢哋。跟住 YouTube 一個禮拜入面已經有高達200,000點擊率嘅一位朋友，今日都嚟到現場支持我哋每一位 DSE 嘅同學，有請福頭老師。大聲嗌熱辣辣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多謝曬咁多位，亦都同時間多謝曬我哋嘅五華中學校監羅國輝神父、五華中學嘅校長劉柏玲校長，多謝曬，我哋俾掌聲佢哋咁多位。我哋今晚除咗有 band 生之外，仲我哋五華嘅駐場 beatboxer Jake Low。上台支持。you
校長的名字就咁啦。正話咧，我同校長講，我哋啲麻仔醒啦，今晚參加的咧，大部分是女嚟噶，所以俾個掌聲。所以真係鼓勵我哋啲麻仔，亦歡迎我哋的來賓。咁我講嘅嘢寫出嚟，唔再重複。第一欣賞你哋點樣叫屬於我們的。因為是我哋咁話曬自己舉辦嘅，所以揾咗其他嗰啲，即係譬如亞洲嘅粉絲啊，佢哋幫上嚟籌備，但係過程中其實我哋話曬自己都有參與其中。恭喜你哋，真係屬於你哋嘅冬菇頭。佢個名叫冬菇頭啊！掌聲。點解叫屬於我們的？喂。其實我覺得屬於我們嘅，我誒屬於成個宇宙。大宇宙一小宇宙。嗱，都冇頭都冇欣賞你哋，屬於我們的，的確係屬於你哋噶。人生係屬於你哋噶，生命係你哋噶。不過呢個生命屬於你哋嘅生命同埋人生啦。不是孤獨的，孤獨真的不孤獨，你看多少，是吧？不孤獨的，欣賞你們，這個屬於你們的人生，也都不是意志，所以你看我，這麼多人支持你們，你們叫打氣嘛，為什麼打氣？因為，因為怎麼？沒地方打就打氣。就是怕的，就是人生的鼓勵，人生的支持，以及人生那種互相的，可以說得互動啊。放榜，你說，你用你的聲音來說，放榜為你有什麼重要啫？哦，是一剎下的事啫。喂，仲有 Eric 喺邊 ？Eric，come on，Eric，Eric， 係後等喺你隔離啊嘛。喂 ，Paul， 仲坐嚟嚇。係 ，Eric 喺後生隔離。你就講咗一樣嘢喎，你話啊，多謝學校。校長，由今晚你可以忘記聽日，你係咪咁講先？我點同你講啊？聽日嘅嘢其實唔可以話忘記，但係起碼要喺除咗而家先，喺度都屬於我哋自己嘅嘢。我哋將來嘅路其實都一路喺度，做咗當下自己要做嘅嘢先啦。好，好，靚仔，靚仔。我嗰日我正話同你講咧，係咁講嘅。Eric， 晚嘅打氣音樂會唔係為忘記任何嘢，而係俾力量你，俾力量你哋振奮你哋嘅心，為好好面對明日要走嘅路。所以各位，今晚我哋盡情嘅互相嘅打氣，互相嘅鼓勵，係為咗明日。我哋喺人身上更進一步，唔好原地踏步，所以喺呢度祝福你哋。最後最後，整多兩嘢鼓聲，勁啲啲，係一二三，好耶！兄弟，音樂會咧係人生嚟噶。人生有鼓掌，人生有一個好可以話得有力嘅人生，所以就祝福你哋今晚嘅打氣音樂會係一份祝福，以後你
位大家好啊！咁啊，都真係希望大家能夠 enjoy 今晚呢一個音樂會嘅。其實我唔知道同大家講乜嘅，因為原本係神父講嘅啫。啊，我應該係響十點幾嗰陣時講噶，不過我後十點幾嘅時候咧係冇人聽我講嘢，咁不如就唔好講，所以我冇完全無語。喂，啊，咁今日我。整個搞音樂會的過程呢，我都陪住班同學啊、老師啊，同埋好多恩人一起搞整個音樂會。整個音樂會呢，由冇到有，由冇錢到夠錢啊！由冇錢到夠錢，由冇樂隊冇人手，去到而家我哋人才仔仔後面咁多嘅唔同嘅單位可以演出。有好多嘅工作人員喺呢一度幫手今晚嘅音樂會嘅，喺呢一度咧都要多謝所有嘅台前幕後咁多嘅工作人員，多謝大家。冇咗大家咧，今晚嘅音樂會係搞唔成噶；冇咗大家咧，今晚唔能夠盡興噶。所以希望大家咧今晚真係能夠盡興，大家一齊參與整個音樂會。我成日同大家講，我是一個很喜歡發夢的人，因為呢在發夢的過程裡面呢是不會有蝕底的，所以今晚這個音樂會都是我們發夢一個部分，希望我們的明天都跟音樂的主題一樣，我們是 Dream for the future 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再一次祝福你們，記得五環中學嘅校訓係咩啊？大家講一次，你哋會唔會作首歌，新嘅校歌，叫做用 rock 嚟寫嘅？你出嚟 rock 嗰兩嘢，神思明你，快啲一夜 rock 嗰兩嘢，神思明你，神思明你。神思明片，好你冬菇头 rock 佢。神思明片耶！好，愿天主降福你哋人生嘅音乐会。多谢晒神父，我哋今日好多谢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嘅神，我哋而家正式为大家开始我哋今日嘅放火大戏音乐会。多生一分愁容。Thank you.
Who's that late? Oh my god, I'm sorry. Oh, you made it. Thank you.